咱立法院民主进步党党团总召郭总召，啊，甲阮立法院好同事，咱陈议长，啊，各界咱宜兰地方的头人，啊，在场啊，我阁看到我迄个台大农学农经所咱的吴龙杰吴系主任呐吼，啊，我上敬爱咱宜兰咱乡亲时代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我甲安尼，即马第一届补选入去立法院，拄着乌布的孙呐，我开始就一直甲叫馆长。到我连任了啊，我讲感觉愈叫愈像，你知不知？那电梯看到我就喊馆长，大家咧看看看。我讲阿都乌布啊，讲阿若感觉袂歹，就敢当支持一下安尼。连线甲喊两任啦，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，大家站出来。啊！支持陈老平，大家注意甲听。拄只呢，遐人啊济啊，阮立法院党团的立委啊，在甲学了乌布的时阵啊，有一个特色，每一个人学了的啊，内容都无共款，拢总无重复，无简单啦吼，拍一个扑克好唔好？啊！我今仔为屏东赶来，我乌布的，无你嘛讲一下，伊讲好啦，两分啦。我讲好，我屏东来到这，我讲两分啦，还讲无嘛，起码一样啦哦。而且要甲咱大家乡亲士大拜托，就是讲一个农家子弟出世，从前的过程内底啊，受到大家这款的一个检验嘛，通过大家一个检验，啊，伫国会内底呢，这尔啊侪同事，大家拢总咧认真咧甲拍拼，咧甲学落的，讲这个人实在，讲这个人坚持。讲这个人特地来做宜兰馆长，咱做伙甲支持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乌布来做咱宜兰馆长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陈后平来做咱宜兰馆长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好，咱大家讲的哦，好，就大家来甲斗拼一下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。我伫基立法院啊，我只要若看到咧讲宜兰的交通啊，看到迄个立法院曲曲撞、曲曲走、曲曲拼、曲曲在共拜托的，拄啊看到一个。成乌布，所以呢，乌布拿来做宜兰馆长，我甲大家保证，阿伯这拢拼无走，你知不知？为柯建铭总召带队，邱代元这代代医师，这代代教授，我这以后咯，乌布去做馆长，以后要超一下去代代病院一下，去拜托一下乌布就有啊呢。蔡玉仪这嘉义的，吴启明这新北的。万里这环保的，你知不知？这拢足穿的呢，姚美妮，好，这有够牛的。阮总召带队，赖建明、搁陈宝清、高志平、甲蒋永昌，搁，我这上下万的搁屏东来，阮站出来，嘛拢会当做咱宜兰的后盾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选一个馆长，上只坐伫位呢，值回票价啦，对唔对？对。甲斗支持一下，好不？好。啊，但是要做馆长不简单呢。要做馆长，民进党内底初选得爱拼甲喘皮皮，即马要甲乌布斗下酒的，即马阁会赴要甲乌布斗下酒的，尽快看即个啦。初选先互陈乌布过关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若过关，阁甲支持我做馆长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替咱宜兰人拼，较戆的嘛要选即款的，你知唔知？一只哪牛？啥物代志甲交代，伊就爱替咱做。所以伫遮今仔日啦。啊，特别呢，为屏东来，啊，甲咱这乡亲时代，甲各界，咱这地方的头人，甲大家拜托，陈老平，值得大家甲信任啦，值得大家甲支持啦，绝对袂让大家闹开啦。这款的若做馆长哦，暗时啊你咧困哦，你起毛子你就够僵啦，困甲迷迷迷啦，这回支持大家，陈老平，安尼好唔好啦？好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咱做会支持陈老平，感谢咱的庄瑞雄庄委员，大家是不是再一次捧声？感谢咱的庄瑞雄庄委员。